紧张，一定会紧张的，紧张骗人的，哇哦。有，我有，我有睡好，我秒睡哦，养足精神，因为今天来金马了。昨天酒会非常玩得非常开心，所以比较累一点。嗯，一定的，在心里就一定属于是弟弟的。是，而且哥哥昨天生日嘛，对，我觉得那个愿望跟所有想要的一定会得到。嗯，父亲今年真的是自己拍过戏那么久，我觉得难得非常踏实的一部作品，从前置到拍摄到最后成品，都觉得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。然后谢谢复读青年把我们带到金马奖。嗯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我身边朋友都看一些电影人分析，然后就说陈子耀只差没有拜拜而已。如果没得奖的话，结果我马来西亚的朋友、台湾的朋友都给我去拜拜了。我想说，神界里头应该都知道陈子耀是谁了。没有，就是神界里头不同宗教，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种族的都会知道陈子耀是谁，因为他们都一直说希望陈子耀可以得奖这样子。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有都有互相彼此加油。他等一下应该也会走吧？对，所以请大家期待。哦，加油啊！你是什么什么棒的？嗯，他穿什么都好看。Bye.